把假物拿来骗我！放开他！这就是紫金之巅，害我在莫莉卡那边看到是一样的。阿金，放开我！放开！莫莉卡不可能凭一张白纸获得冠军的。当然不可能，莫莉卡是凭她自己的实力。你放弃吧，你就算拿到紫金之巅也没有任何作用的。阿金，当白痴对不对？我最讨厌别人把他白痴了。 我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，只要拿到五册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你是我 Royal 的人，为什么要处处跟我作对？你就当我不知好歹好了。我就是看不惯你的做事方法。不管你看得惯看不惯，今天拿到这本五册之后，巴比伦神经大赛我已经胜券在握了。我警告你，不要耍任何的花样，因为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今天敢来面对你，我早就已经豁出去了。 盛哥，你又怎么了？为什么五册是空白的？你拿假物再来骗我！放开他！这就是紫金之巅，害我在莫莉卡那边看到是一样的。阿金，放开我！放开！ 你明知道紫金之巅的秘密，对不对？我不告诉什么秘密。放屁！莫莉卡不可能凭一张白纸获得冠军的。当然不可能，莫莉卡是凭她自己的实力。你放弃吧，你就算拿到紫金之巾，也没有任何作用的。阿金，把他当白痴，对不对？我最讨厌别人把他当白痴了。你们两个放开我！你放开阿金，有什么事情我扛。你很爱做英雄，你很爱扛。 再给你一次机会，阿金，你们两个放开我！现在给我离开这里，但是出去之后敢说任何一个字，我就挂了他。阿金，放开他！没事吧？放开我！阿金，滚！放开我！ 怎么办？我从来没有失败过。这一次，我要玩死莫妮卡。借着明天比赛的机会，我会向所有的媒体宣布紫金之巅的秘密。你们就等着瞧，我怎么毁掉一个世界舞蹈冠军。 你们两个放开我！
你放开阿 K， 有什么事情我扛。你很爱做英雄，对不对？你很爱扛。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阿 K， 你们两个放开我！现在给我离开这里，但是出去之后敢说任何一个字，我就挂了他。放开他！没事吧？放开我！阿 K， 滚！放开我！选择怎么办？我从来没有失败过。这一次，我要玩死莫妮卡。借着明天比赛的机会，我会向所有的媒体宣布自己之间的秘密。你们就等着瞧，我怎么毁掉一个世界舞蹈冠军。输赢呢？你这话听的话什么意思喂？莫妮卡自己不敢来就算，还叫你这个跳八家将的替他挡子弹。师傅，师傅，不要冲动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我代表皇上说过的话一定算数，但是今天我要先揭发一个秘密，让大家知道所谓的真相。请问是汉德本五册《紫禁之巅》有关的吗？没错。当初 Hugo 高薪聘请 Monica， 就是冲了这本武册。而根据合约的内容， Monica 也有义务把紫禁之巅提供给 Royal。大家都知道， Monica 已经把紫禁之巅提报给巴比伦神殿大赛作为参赛的舞马，所以没有这本武册， Royal 根本就不用比了。为什么？这不是已经在这里了吗？你手中的不就是武册了吗？是，但是我让各位知道，到底 Monica 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？